关于就是初印象和现在印象有什么？初印象，你一直喊老秦老秦，我一直以为他比我是略大一点点，我才，你比我小三岁啊？哦，是啊，对啊，比我还小三岁呢。就是彭南的水神，就是秦霄贤。这手很顺溜。我回家还练来着。你去哪儿练了？泳池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你怎么飞呢？我自己蹦啊。我认为我可以再重现一下，但自己没做到。你当然做不到了。没那个劲儿。刷子吗？我老拿那小刷子，我得刷到啥时候去？放哪？我帮你。一只。你刷吧。你这还有情绪呢？帮我忙，帮忙。对了，没有问题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夜宵都凉了，秦霄贤。哇、哦，怪的。这啥呀？这。那鼻头不是黑的吗？哎呀，我这都没鼻头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多吵啊！晕染，我跟你讲 ，T 恤都这样现在。展示一下。给互相作品取个那个名字吧。黄不拉几。黄了吧唧。乱八七糟，你这是误会。真的是，哎呀。